那雷藏寺准备了一段影片，是有关师尊在马来西亚八天的大日遍照之旅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观赏。剪断。
师尊棒不棒？大家再掌声热烈感谢师尊。其实师尊非常的辛苦哦，在这个弘法的当中，每天只有睡四个小时最多，然后呢，身体有一点点的微恙。好，那师尊还是上飞机，一天早上飞一次飞机，晚上又飞一次飞机，非常的辛苦。那所有在旁边跟随的弟子都非常的不舍。那所以请大家要珍惜我们这个法缘，那也大家一起回向好吗？希望将这一场法会，祈请弘音度母加持师尊，佛体安康，长寿自在。师尊，我们爱你。